将分为两队，完成满分算式。大量装着带有线条的一至十数字或运算符号卡的信封散落在满分街上。你们需要用信封里的卡牌在各自答题板上进行拼接运算。卡牌上的线条与起始卡相连，形成一个闭环路线，且在满足四则运算规则的条件下使算式结果为100。注意，数字卡可以拼接相连形成一个新的数字。通路闭环的存在其实给选用卡牌时的策略造成了很多的限制，而通过卡牌上的路径规划去全面的安排你的战术。游戏共设四轮寻找及一轮作答，寻找轮次每队各派两名队员，在限时内将信封找到并带回登记，超时未能返回则拿到的信封无效。寻找信封阶段要考察观察力，心理素质的考验。当人处于这种亢奋状态的时候是会忽视很多细节。每组玩家必须将信封进行登记，方视为获得该卡片。在这个游戏中，每队将拥有40枚齿轮币，第四轮寻找时间截止前可将多余的卡片前往登记处免费丢弃。第四轮结束后，各队均有30分钟作答时间，前15分钟丢弃一张卡片需要花费1齿轮币，后15分钟丢弃一张卡片则需要花费3齿轮币。作答时间内可拿走公共池中被丢弃的卡片，每张需要花费3个齿轮币。最终每队所有卡片均需要放入闭合等式中，并使运算结果为100。第二方面就是计算，究竟是利用巧妙的计算尽快接近到100，还是用更多的路径去为最后的胜利增添砝码。若都达到目标数字，则使用卡片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若未达到目标数字，则运算结果更靠近目标数字100的队伍获胜。当运算结果相同时，若卡片数量一样多，则剩余齿轮币更多的队伍获胜；若剩余齿轮币一样多，则先提交答案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可将齿轮币按比例兑换成机制分，失败的队伍齿轮币作废。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满分算式马上开始。请第一轮游戏的玩家到起点处就位。3、2、1，加油加油！我的妈呀，赞多！赞多跑得好快，一骑绝尘，好吧。